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多少比例是对的？
见一下。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多少比例是对的。
你想证明什么？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等的那个人，投入
你想证明什么？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多少比例是对的？
静一些。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等的那个人，投入。
你想证明什么？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多少比例是对的？
你想证明什么？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人投入
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
站着的人却输了这一场。至少一个人过得很好。